嗨，我是白本宫，白本宫是我。哎，最近房间跟你讲很优秀，我在 Booking 订是啊1900多嘛，然后因为那个信用卡不行，所以就是我们就想说，哎，付现金这样子。结果没想到，台东跟花莲它6月到12月有补助，一个人就是一次就是补助1000。他们说，好像可以哦。然后因为我嘛，我就先到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就跟那个。这个味道就是很多人也是，就是给我很多朋友闻，他也是很喜欢的。然后他就是一般会闻到的那一种很认真的花香的味道，每次一闻就会爱上这个味道，就是一般所熟知的甜的花香味，然后很比较重一点的，但是这个重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浓很腻的那种味道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用起来是很舒服的。虽然说因为它是我喜欢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跟我穿衣服的调性比较不搭嘎，所以我也是算是蛮少使用。未来呢，如果想成功去了日本，然后觉得也不错，想要读书念语言学校什么的，其实我都是非常的支持的哦。好，就是最好就是在那边可以待更久，这样子以后呢，如果去日本玩，就有多一个人可以找。